跟他就传统舞剧上跟跨越到新的一个舞种上的那个美感，就是要找到什么样的2023适合的办法呀。嗯，怎么是这样呢？2023我们8月6号昨天那个整排的表演笔记，我是阿搞，阿搞又来了。因为之前有一个村姑说那个我露两点会让他就是眼神不知道放哪里，所以我真的决定带我的好朋友哈努曼会让大家知道，如果你不知道眼神要放哪里的话，就跟他对眼就好。呵哦，我们一件一件事情慢慢来。首先，我们先讲最简单的事情。我们开始陆续就去到大小道具了，然后不止大小道具，还有你的头饰、你的那些那个蝴蝶袖啊，还有你的那些套袜什么的，这些东西慢慢进来了之后，我的建议是，小朋友们尽可能的，你准备一个 list。大人们也需要哦，我们现在年纪都大了，那个脑袋都没有那么好，所以你有一个 list， 然后把你确切你第一幕身上有什么，一个把它列下来。然后现在手机都很方便，所以你那个 list 做好之后，你不用印一百张，你就是那个 list 有了之后，哦 check 好，然后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这次的演出的那个人数非常非常的多，所以绝对不可能会有一个服装管理的小队，然后会来跟你就是顺完整个衣服。没有，就是今天你从舞团这边拿到了什么东西，那这些东西就你就必须要把它准备好，然后等到结束的时候，再把它像舞团给你的样子把它收回去。吼。是因为我们人非常非常多，所以像前几天在收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他可能就很习惯的方式，就快速的收好了，然后交出去了。可是对管理服装的人来说，他给你的时候，他就是一圈花。那他希望拿回来的时候，他就是一圈花，他不会是一圈花，然后上面有58个发夹，就是这造成大家的困扰。然后，如果每个人都把这个小小的事情都做好的话，那这样子，后面的技术人员们在工作起来的话，也会非常非常顺畅。那这就是一个大家互相 cover 的事情，包括之前讲的大小道具的问题也是一样，因为会有很多时候是这张椅子你搬完了之后，后面还有人要搬，所以你可能必须要跟你的 partner 确定一下说，哦，他是在。所以你搬完了之后，你进到后台了之后，他应该要出现在第几道侧台，然后或者是你放在这里 ，partner 会来，这些小事情都是，他都不应该是，戏剧指导或排练指导，我们在排练场这样一个跟你们对，因为这个对起来非常没有效率。今天我是哪椅子的人？我知道那个 Emily 也有搬一张椅子，我们是搬同一张椅子，那我就可以在排练的中间抓时间跟他说，我这张椅子用完之后我会放哪里哦？那你要记得去哪里拿之类的。如果他说我裙子不方便，可不可以帮他搬到那个后台去？那你就帮他搬到后台去，那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法。然后毕竟创作演出是所有人都要在一起的，是大家一起互相。帮忙互相完成互相 support 才可能会做出一个好看的演出。那如果要你有多余的力量去到处去支援人，我想这个也有点困难。但我觉得至少你可以把你自己很清楚的穿的衣服用的大小道具，然后它应该在哪里，应该长什么样子，然后整理起来，然后我们巡演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哪怕你跳 ABK， 你也可以告诉那个人说：“哦，我这一套衣服就是有5个配件，那缺一不可。”然后它是长什么样子，这些都是可以彼此交流完就可以完成的任务。他不需要每个问题的话，我去找苏老师。苏老师每次一排练完，后面站100多个村民，吼、哦。所以这些问题是大家可以互相解决的小事情。这样好，然后。几个排练场的时候，第二件事情，排练场的时候，整排的时候，尤其是整排的时候，整排是没有人会下去救你们的。所以在场上看到，哇，这个公主掉了帽子，那你身为村姑，你就应该会很自然的，哎呀，这帽子我捡了，我赚到，我赚翻。
可是没有，大家就看那顶帽子在那里，然后空荡荡的，他就在一个很深刻的位置上。那其实这种时候是最容易有惊喜的。你就是一个村姑嘛，就是捡了一顶帽子，说不定那公主还会很感谢你。然后有一年我忘记，好像是甜甜掉了一个那个肩膀的花还是谁，然后满满家一出来就哎呀，就随地一捡，好像就捡到一个宝一样。它其实没有很困难，它就是你在那个角色的状态里面，你做的那个事情就会很自然。但如果大家都不去捡，然后变成是一个哎怎么办，有人真的掉了一个帽子我把它捡回去的那个状态的时候，那戏就不会好看了。哦，那反而是这种无心插柳的柳橙汁，它会有机会会让观众知道，哎呀他掉了东西，哎呀他把它救起来了的好看。当然我们还是不希望掉东西啦，大家自己东西还是要小心一点。然后包括像这个东西没掉好，你可以用戏去救。你位置没有站好，他其实不应该位置没有站好，但 我知道，因为村姑村妇然后贵哥贵姐们其实比大家那个时期比弱的，确实会站的就是没那么漂亮，这是对的啦，这是对的。那可是万一当吉赛要来跳舞的时候，大家不要傻乎乎，就是还站在那个位置上。你是贵哥也是贵姐，当然就是嗤之以鼻，就可以往后推一点点，就让出舞台了。那让舞台绝对不会是每个人都要这样啊，手给你，你要跳就去跳吧，跳到天荒地老吧。他倒也不是这样，就是每个角色或每个角色的状态可以，或是你们这一群人自然会有这群人的格调或风度，那你们觉得这小妮子要来跳了，来这边撒野，然后我才不看呢。你觉得退后个两步，他的舞台就大了。好，那这些都是可以带着戏做掉的事情。好，大致上是这样。好，然后我要讲一个是稍微困难一点，也不应该也不算是困难，就是一个很基础，但是很容易被遗忘的一件事情是。所有在这个台上的这些戏剧的动作，它都是有呼吸的。我讲的不是那种鬼杀队的那种呼吸哦，它就是很单纯的有呼吸的。举个例子，举个猴子，在那个贵族要进来的时候，然后大家心心念念啊，引颈期盼啊，然后就会有人会做像类似像这样的动作。我会不会又漏奶的？会做出像我遮一下这样子的动作，做这动作很好，这是第一关而已。再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做这样子，你只是在做了一个科。但如果他要有戏，他一定会是，或者是他一定会是，你给他一个呼吸，你给他一个呼吸，他就会不一样了，他就不会只是一个，包括，当吉赛尔。当吉赛倒在那里的时候，大家要过去救他的时候，大家这样，你只在做那一个指指点点的动作，但是你又是，他就会有一个哇要去救他，但我来不及了的张力啊。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要你去演那个呼吸哦，不是要去你演那个没有，他只是你本来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有了嘛，你吓到。你就是有一个呼吸，可是如果你只做吓到，那其实就是在做吓到的样子，可是你并没有真的，大概就这样。你们都会做的比我还好，你们那个呼吸的能力都非常厉害。跳舞的时候会非常的精准，然后在这个时候，在这样子演戏的时候，你就多带一点进来，然后不要把它做成你在演呼吸，它其实就只是我们可能平常讲话，哎呦。这样而已，就这么简单。好，然后这个呼吸的这件事情啊，它有各种的可能性。它是哎，其实所有的事情都一样啦。演戏也好，跳舞也好，它有一些很简单的几个小数值是你可以拿来参照使用的。最常看到的就是快慢嘛，所以同样都是应该叫什么祷告嘛，同样都是
我吓到，你快，跟你看，它其实就两个不一样的感觉。可是我刚刚从来没有在演两个不一样的感觉，我只是在执行吸气快、吸气慢这样而已。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哦，我演的会不会像啊？我演的会录不录下？哎呀，别担心啦、啊，这时候还不会是你的问题，不会是你的事，就是你只需要把最真诚的感受，你的感受，再一次表达出来，在对的场合这样子而已。好，接下来我是不是超过九分钟了？啊？哦，然后这跟我们快慢是一招嘛，轻重也是一招，然后。谢谢外子，他其实但没关系，反正轻重也是一招，就像是那天那个浩贝贝亚，你来问我说，你走那一段路是不是很无聊？我是不是了？说你可以试试看快，然后慢慢下来，你也可以试试看轻，然后重下来也可以，就是脚踩的步伐，其实就跟那个没，我如果说错的话。不要生气，美良老师吗？应该是美良老师在说的。他在跟完了，我忘记他名字。郭玉兴，哇，是吗？对不起，应该是玉兴。他跟玉兴讲，他的那个猎人的步伐要踩得更重。所以换言之，踩重并不是并不一定是踩出声。有的时候重，它可能是慢的，它可能是有一个压力感的，它就让人家觉得哦，这个人走起路来，要么很凶，要么很哀伤，或者是要么很笃定之类的。总而言之，它就会给人一个感觉。那这些都是你可以去玩耍的。然后所有的。表演者，都是可以试图做这个呼吸的事情。然后，因为大家我们已经排这么多次嘛，所以你那个罩子放亮一点，你也会知道说，哦，这里就是他们在 solo， 这里就是他们的主戏。你不要在他们在主戏的时候，然后疯狂做一堆事情。没有，就是大家在群戏的时候，就是大家可以玩的时候。但你也不要那个一出来，然后就演一个就是气喘吁吁的老人，那也会很怪。你还是要记得你现在的这个角色的身份是什么，然后他可能怎么样。好，那我再来就要开始给一些个人一点的 note 了。好，那，我好像也不能讲就这样，好吧？那就个人的 note 咯，那有就有，没有就也没有啊。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还是可以来排练场找我哦。我们再次下次见面就应该是在高雄了。好，首先那个吉赛尔老布吉娘娘啊，那个冷的这件事情做得好好哦，这件事情是很好的，这件事务必要保留，因为他把那个秋天丰收，然后的这件事情带进来，一开始就带进来非常好。然后那个欣慰可以多一点没有关系，就是啊感到很欣慰啊，就是哎呀这个孩子真乖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好，这完全没有问题。然后我们高难度一点，你现在已经那个已经大师班了，我们高难度一点。他们贵族来敲门了之后，你出来了之后做点事情，就是他不是一来就看到贵族哦点头敬礼，可能你是在忙。农活，我不知道你可能在生活啊，想哪，而且叮啊，而且拍哪之类的，随便你。人家你是做到某件事情做到一半出来，所以你会有一点点啊，急急忙忙、慌慌张张的一个不好意思感。好，这个我们试试看，但做不到没有关系。你今天做的就你今天本来做的其实就已经很不错，只是我觉得你好像可以，我们就试试看。好，然后啊，最后那一个。吉赛尔倒了，然后你在那边挖蒙梯提供杯啊的那个提供杯啊非常好，我甚至觉得那个提供杯啊可以留久一点点。那这可能也要跟苏老师讨论看看，就是不急着回到抱女儿，因为其实回到抱女儿木气就弱了。那为什么这样对我？是那个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单单是这个女人的控诉，也是不单单是她可能觉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我女儿。一方面也是他可能也在跟老天爷控诉说为什么可能也许受害的都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女人这样。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可的，而且你做得很好。
然后，妈妈拜拜。玉馨，那个水桶是啥？就是那个水桶，我知道那是水桶，我们都知道那是水桶，可是观众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那个什么东西，其实，你并不一定要拿起它，你就要介绍它的样子或者样貌，没有，它可以就只是拿起它挂在肩膀上，哦，观众可能就知道，哦，这是可能是要去打鱼了，或钓鱼吧，或者是你可能，我不知道，你自由发挥，把它拿来当帽子吗？嗯，好像不妥。无论如何，当这一个你从别人那里接收到这个水桶的时候，这个水桶要有一个什么？我随便乱讲，也许它很重，哇，你沉了一下，它都会比你就是拿了一个水桶来，然后就要走了，而且那边很快，你拿了一个水桶来，然后就走了，那为什么水桶就不要妈妈拿就好？好，所以那个水桶可以再想一下。好，然后那个玉馨那个抢剑啊，它会是一个有点，我们可能还是要进场试一下那个 Q 点，因为那个。王子要来杀你的时候，你还要去吹廖北亚嘛？你要去吹那个号角。我们不确定开口应该开十二米啦，但我们不确定到时候我们肾上激素来了，可能跑超级无敌快。万一真的跑已经到了，你已经拿了的话怎么办？跟王子一起想想看哦、喔，因为王子不能在这个时候杀人，你不然等下就回去后台换那个鬼娘娘的衣服出来。所以这个可能要想一下哦、喔。好。我不要讲太多，但我可以给一些方向。他也许可以是稍微的玉馨很逆风的在对打，或者是他可能会是王子稍微犹豫要不要杀他举剑，这也是一招。好，但我都是提供一些烂方法，我觉得你们可能会想到更好的。好，再来玉馨第二幕开场的时候啊。你那个开场很重要，很重要。所以现在他这个你现在的这个开场，他比较像是哦一个舞者，但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人是谁。那这个就要交给你想一下。然后，这个三进三退呀、啊，所有的创作都是这样。当他重复第二次、重复第三次，他一定会要有变化。我所谓的那个变化指的是，它要么就是强度更强，它要么就是速度更快，要么它就是越转折突兀。它一定得要有一个什么，不然观众没有必要，因为这样观众想说哦，这是怎么样？就是灌水是不是？这三次一定得要有变化，而且这三次的变化很重要。然后你可以稍微想想看，那如果你还是那个脚不出脑丝，我们再来排排看。但我猜你应该可以啦，你很聪明。好，然后你的那个，你也有一个挖蒙梯嘛，就是在那个吉塞尔死掉的时候，就在那边问天公伯。我会建议，也许这也可以跟苏老师讨论看看，也许不要急着整个人躺下来，因为你躺你很厉害。一般男生没有办法做到那个动作，因为我们髋关节，我们会啊，干要死啦这样。但是你想躺很厉害，有某种程度的炫技，但那边适不适合这样我不知道。我反而觉得你可能跪着都会比较有控速，比较有力量。好，然后有一个技巧的东西，你一定要做到，不要滑步，就是你冲。宁愿你踉跄，宁愿你站不稳，但你不要冲冲冲，哗，冲冲冲，哗。尤其是你是人，然后你在第二幕全部都是鬼的地方，为什么？现在到底谁是鬼？不滑步，呵，拜。然后苏子维啊，妈妈一定很伤脑筋哦。那个，你跟班呐、啊，你要记得你。你现在比较像是，这一个，你现在比较像是这一个王子的那个的佣人，可是理论上，你应该要跟他更密切一点，他应该会跟你更好一点，
因为毕竟我这整个戏仆人已经很多了，如果又要再看到这个王子旁边还有仆人，其实就也没那么好看。所以换言之，你下场，你第一次要离开，你要帮他把东西藏好嘛？你回望给他一个担心，再走，他不用，你不用在那边演担心了，就是你只是停下来，然后看他一眼，吸口气再走都好，他都会帮助你跟这个角色建立关系。然后你再来，大家知道，就是哦，这王子这人其实是王子的时候，你还是必须要站在他那一边。可是你不是，你甚至可以是有一点，有一点，就是觉得，你们这些农村的那个村妇、村姑走开，就是。你应该不会跟他们嬉皮笑脸的，就是因为你本来就是保护王子，王子是你的那个很重要的人，这样很重要的家人，那也是像兄弟一样的人，所以他不太可能就是王子已经很伤心了，然后你还很开心这样，还是你想要接替他的王位，这不行的哦。吼，好，然后在更前面一点，第一幕。更前面一点，那个有一排笛歌在那个中上舞台，然后女生们在前面跳群舞。好，那里啊，那一排笛歌啊，完全不及格哦。嗯 ，no， 你们全部都不笛歌哦。嗯，好，这个笛歌我们可能稍微过一下，其实没那么简单，没那么容易，没那么简单，没那么不容，没那么困难。好，那笛歌其实没有那么困难。他其实就只是打量，看像那个美良老师的，像美良老师提到的那个眼神很重要。所以换言之，你其实前面的人都在动了，所以你后面那一整排人，你稍微小碎动没关系。可是因为你们会变成就是好像在那个好像在北艺大就是开始要聊天了。没有，你们还是一个状态，你们可以叉腰啊，可以叉手啊，你们可以就是那个三七步啊，可以有点八加九啊，都没关系，因为本来你们就是农妇嘛，那农夫嘛，然后所以你们本来就不需要很帅，然后你要怎么样子，就是在那边品头论足，你不用真的指指点点，你可以这样，他其实就很有品头论足了，他其实就会有那个哦，他在打量人，他在看啊。你们那一整排人，你们也不见得一定要全部人感情很好啊，可以有两个人比较孤僻啊，也可以有怎么样？现在那一整排人看起来有点太呆了啦，有点太可爱了。吼，来剩没多少个了。那个小手公主，你知道我在说你。那个你拍她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有一点戏的，不是拍完很开心呢，她在跟人家调情呢。你拍完一个，你可以秒。看你要怎么样做选择，你可以拍完之后骂他，你可以拍完之后秒变脸，变成一个那个贤妻良母都可以，这都是戏。那他不应该是我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做啦，我告诉你一个方向，他可以，对，你可以去看他在调戏人家的时候，你可以去破坏你老公的好事，但明明是坏事。然后这件事情你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很多种做法，你可以打他屁股。然后我就生气不跟他讲话，或者敲他的头，都可以，反正你跟另外一个对手讲好就好。吼，然后铁扇公主也非常棒。然后这个我应该都给过你了，对，吉尔跳舞的时候不散，然后他来说可以翻白眼，你那个东西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好用。好，所以你要小心点用哦，因为当他开始有一些语汇建立出来了，例如你不屑吉赛尔。你例如你讨厌吉赛，所以这个扇子，就会有一种哦，我讨厌你，我要讲人家坏话啊，或者是我看不起你的这个语汇就会出来了，那他就不可能会从头扇到尾，吼，这个要那个道具的语汇要稍微逻辑要记，整理一下。好，贵族二进啊，你们已经去完那个打猎场回来了嘛？贵族二进之后，理论上应该是奇怪，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就也还没到回家的时间啦。啊，现在是怎么样？就是他应该不会是啊，我们又来了啊？不是哦，不是那种那个结婚那个送那个敬酒的那种哦。所以他肯定会是
怎么会现在就要回来了、啊？然后等一下就真的要发生大事了哈。好，我们在说呼吸啊，跳舞也在说呼吸，演戏也在说呼吸，所有的表演艺术都脱离不了呼吸。你的气体从你的声带，然后震动，然后这样子出来，发出了声音，被人听到，传递了意思。所有的表演艺术都是在做这件事情。在芭蕾舞剧当中，这个音乐里面的这个旋律，就是这个人物的背景设定。这个音乐里面的这个我讲错了，这个音乐里面的这个律动，就是这个人物的背景设定，或者是这个村庄的背景设定。这个旋律就像是这个角色讲出来的台词。这些乐句都是被你们的嘴巴，我知道你们都是聪明的孩子，当然不是这个嘴巴，都是用你们的身体讲出来的。所以你跳舞，你懂得如何使用呼吸，演戏就懂得怎么使用呼吸。它当然有点很 微妙的不一样啦，因为我们可能在那边旋转，然后一道水这样传，但可能在演戏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在台上的时候传，然后下次台的时候还在那边喝凉水。但无论如何，呼吸运用得当，它就会能够帮助你在表演上，你有一个可以安心的东西，你不会觉得哦，我做这件事情好尴尬，我做这件事情好奇怪。因为当你在想着你在做那个事情，而不是你在那个事情的当中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奇怪。好，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就保持联络。等一下呢。